节目太智障，对，然后他们就非得要搞的，你看我们现在访问才有这种一二十部机器，对不对？他们永远搞那边，对不对？没有意义嘛。你只要导演告诉我中线，你现在过去，然后整个人演到爬到路灯那边，然后人挂掉，我立刻演给你。不像演得不好，那是我本职学能不够。但是你把我们四个拿到3万英尺，然后让我们高空弹跳，我喊到喉咙哑掉也没有收视率啊。嗯，对啊，这个一个前辈讲的，我就不要讲他是谁了。中线演戏是演戏，演戏是真的在演。对啊，要不然每一个人演要挂掉，他永远是他的遗作。那后来我也被这个告知说，尽量不要对外发言批判的太严。但是我是认为，就是说，因为韩国那种真人秀在中国大陆第一个就是我咯，2天1夜嘛。对啊，我很反感啊，你那个青城山几万阶的台阶。我们录一次，他说：“哦，我们再补一个镜头，我怎么补？啊，我们补镜头，我们再来一次。欸”哎，你有没有爬过那一些？对，对，所以我说这个基本上就是说，真人秀可以，但是你要让演员知道你们要玩什么东西，我们只要来配合就可以。生命那么可贵，啊，哪可以拿这个来开玩笑？我是觉得。我很悲伤，当时我就很悲伤，然后后来就说：“哎，尽量对，工伤总会有嘛，对，所以我就说好吧，那我们就是希望，只能希望没有再下一次，好吧？天空都已经亮起来，是不是啊？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，开心的。欢迎欧弟回家哦！耶、我在这边正式宣布，2020正式回归综艺大热门。开心了，回归了，开心。开玩笑的，真的回来，对呀，真的回来了，对对。因为这个家庭啊，对，是快乐的，是真的。我们录影都好开心，欢乐的。而且呢，最后才发现一个不争的事实，在仙哥身边才会红。我爱我，我也热烈。